自曼近日除了筹备新专辑，更接下了不少代言广告。热爱运动的他也不忘在闲暇之余打打高尔夫球、网球、羽球以及路跑。引人注意的是，日前曼曼在林口球场西区挥出了一杆进洞，当时球往旗杆方向飞过去，后来只见甘地大喊是一杆进洞，让所有人都相当兴奋的前往国岭。对此甘地更大赞说道，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有人挥出一杆进洞，而曼曼也非常兴奋的直呼，这是我第一次挥出一杆进洞，真的太感动了，过去所有的辛苦练习和努力付出都值得了，真的好开心，名字能够被放在球场的名人榜墙上，达成了一项高球运动的小成就。消息一出，不少粉丝都纷纷惊呼曼曼成为演艺圈第一位拿到一杆进洞挥杆记录的女艺人啦。Bye.